哇，怎么这么厉害的狮子啊？这群小狮子也要带来他们的祝福，献给我们大班的哥哥姐姐了啊、哦！哇，这么厉害，举这么高哎！小狮子掌声鼓励一下，看谁的小听得最高，快点！呀，哇，小狮子最顽皮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站起来，赶快坐着哦，摇一摇，坐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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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着坐着坐着就可以了哦。带来了吉祥，带来了福气，而且可以驱邪赶恶的哦。扭扭你的屁股，让黄猫看看小狮的尾巴，快点！哦，看你的屁股有了最大力。好，转过来了，转过来了。耶、yeah, ！掌声鼓励鼓励、啊、其实跳得最好的就是咪咪妈咪了、哦、但前面跳得最认真。好，妈妈。